这是谁呀？把这些瓶子扔地上，不行不行，我条子要把它们放在上面。哎，我来看看，这是一号瓶子，这是二号，三号，四号，哎，放在这里，五号在这里，六号，七号，八号，九号，哎，这样才可以呢。哎，乔治乔治，你放的都不对，赶快拿下来吧。哎，这样放是根本是不对的。哼，姐姐，我这样明明放的是对的呀，你干嘛都给拿下来呀。乔治乔治，你快看呀，瓶子上面都有数字。哎，应该要这样放，这是两个骷髅头放在这里，八号在哪里呢？我来找一找。哎，这个是八号瓶子在这里，下面呀再来放五号，五号是蜘蛛放在这里，这个六根骨头放在这里，一个壁虎放在这里，还有四个蚯蚓放在这里。哎，最后呀再来放三根羽毛，七个手指头，最后是九个骷髅头，这样才对呢。哼，姐姐你放错了，明明是我乔治摆的才对呢。